我们今天要装的这台机呢，是一台真正的机，来看一下。首先呢，它是 ROG 系列，然后 ROG 里面的吹雪机，那这个主题人物呢叫雪舞战机，就是好多机组合起来的。那下面我简单的来看一下它的配置哈。那这个 CPU 呢依然是英特尔酷睿11代 i7-1170K， 那这个主板呢肯定少不了这个吹雪系列哈，华硕 ROG Z50-A 吹雪。还有这个内存，那这个内存是微刚的 D50 吹雪联名款，总共用了两套四根儿，硬盘也不低哈，两块31980 Pro 1T 的，其他的配件就是不再介绍了。我们下面就开始装这个机吧。好了，那这台吹雪机也算是完工了哈。感谢来自上海的吴先生对我们的支持，非常感谢哈。因为这位机主他并没有要这个显卡，也有可能现在显卡价格还是有这个溢价，或者这个机主本身就有显卡，我也没多问哈。先去开机欣赏一下。嘿，来吧。